我叫林木，白天我曾是鹿鸣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到了夜晚我便是行走在曼谷霓虹与喧闹背后，游移在法律与罪恶之间的一名清道夫，而现在我的身份是一名侦探，曼谷唐人街唐人侦探事务所的一名侦探。欲望是不灭的炽热，闪耀在无悔的深渊，谁又将为我而祭奠？罪孽是恶魔的语言，当黑夜睁开了双眼，伤口被恐惧撕裂。你身上除了阿温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的气息，真的是你失足掉下来的？神探先生，这是我们的报应。我不信这个。我也不信。小沙。哎。
查清楚迪南的手机内容。好。替我报仇。你不会枉死。谢谢圣诞先生。事情发生在下午5点左右，公寓的租客都在上班，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公寓也比较老旧，没有监控设备。喝口水，慢慢说。从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那声音是迪南的，但是语气一点都不像，好像有人在控制他的身体说话。他电话里说什么了？他说他昨天也听到了惊动的声音。有完没完？看来那场法事没起到作用啊。所以说啊，神灵不能轻易亵渎。后来发生了什么？推开门的一瞬间，我就觉得不对劲。依南，依南，你怎么了？我也听到了，我听到了金柱的声音。迪南，你别害怕，别忘了我们已经做过法事了啊！你一定是听错了。我没听错，我没听错，我没听错，是范天山，是范天山冒佛吗？迪南，你冷静一点。我一个人死好孤独啊，我们一起死吧。一起死吧。放开我，迪南。我们一起死吗？迪南，放开我。放开我。依南的死，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是我知道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相信我很快就会跟阿水跟迪南一样。我和他单独聊两句。别演了，你已经露馅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知道阿水怎么死的，我也知道你所有的诡计，这是你连同清俊、迪南、扎雅一起设的局，而迪南反过来想威胁你，所以你只能除掉他，对不对？我的好朋友已经一个一个死去了，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希望你能帮助到我们，但请你不要再伤害我们，好不好？难道我们还不够惨吗？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为什么盯着我不放？为什么？这个林墨还有没有人性？你说对了，我会一直盯着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你有罪。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คดีมันก็ชัดเจนอยู่แล้วหลักฐานก็คือรอยช้ำที่คอเนี่ยแสดงว่าเธอไม่ได้โกหกเรื่องนี้จะต้อง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อีกฟังเหยิน这么草率放一个人，刚
刚才死了一个人。你激动什么呀？人不是他杀的。你有没点同情心？人家已经够惨了，你还要怎样啊？是你们了解安心还是我们？我告诉你们，他一定不是个好人。我们眼睁睁看着那广告牌砸下来，你忘记了吗？是啊，你不要变得跟这小子一样冷血好不好？你们拉谈呢、啊？คุณมีหลักฐานอะไรใหม่มาหรือเปล่าลินโม่นับจากวินาทีนี้เป็นต้นไปคุณไม่ต้องมายุ่งกับคดีนี้อีกต่อไปฟังยันมาทางนี้ทำใจดีๆนะ你拿手机打开了，里面什么特殊的东西都没有。局长刚刚说不让你查这个案子了。我听到了。所以你？我不会放弃的。我支持你。还有，保护好扎雅。他是我们最后一个突破口了。出院了？什么？怎么可能？困开红的白内卡，困埋成困沙哑的包涵。猜卡，他后背当大门朝了哈。白困掉了。猜卡，困路埋特白来。你啥卡？你怎么知道的？请警方查一下扎雅最近有没有订火车票、飞机票，还有任何出境的可能。还有，查一下他最近的财务状况。好。扎雅家地址记得吗？记得。好，我知道了。快去机场。扎雅跟他现在的飞机飞新加坡。新加坡和泰国没有引渡条款，如果他飞出去，想再把他抓回来就难了。扎雅去年和她老公离婚后，财务状况非常糟糕。目前拖欠房租和一些银行贷款，能不能申请机场警方暂时扣留他？不可能，已经结案了，他又不是嫌疑人，我们没有理由扣留他。我们快一步，不是他们，是他。扎雅走了，就剩阿温了，想定他的罪就很难了。走吧。去哪儿？都已经到机场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附近的牛肉汤粉。
啊？你还真有信心。唯有美味和真相，不能放过。你现在有时间回答我的问题了吧？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还有这一切事情的谜底。前天晚上我去几个现场，把几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跟你说，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这是阿文联合迪南扎雅设计的一个骗局，目的就是要掩盖阿水自杀的真相。那你就一件一件说，自然的事情你解释过了，零分就能做到。那阿文脖子上的手印怎么回事？记不记得那天酒吧老板说过，当天碰巧店里空调坏了，特别热。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ากาศร้อนมากอากาศร้อนจริงๆเพราะว่าวันนั้นอะแอร์เสีย所以呢？所以只需要一群粉黛示意，再配合上他的表演。不明白。你理科一定很差。头一块吧，孔孟哥。我讨厌一切数理化，快说吧。这是初中的化学题。无色的酚酞示意遇到碱会变红，人的汗液一旦增多就会呈现碱性的状态。阿文应该事先在脖子上涂好了酚酞示意，然后偷偷破坏了空调，等到身上汗水增加，酚酞示意变成红色之后，就开始他精彩的表演。哎，快打快快，这完全是戏精啊。他在地铁里的表演也很精彩，那一站月台我去看过了，下面有个很大的缝隙，是他完全可以藏身的，就算没有人叫他上来，他也不会有危险。孔孟哥，那那晚失控的轿车呢？如果真的是演戏，迪南的风险和代价也太大了吧。那天晚上我留意到那台车最后的行驶轨迹，虽然没有刹车的痕迹，但那台车是先撞上树才冲进河，撞在树上的冲击力卸下大部分的车速才开进河里。那段距离大概有12米左右，车速并没有那么高。由于我们的出现，阿温跟迪南不得不在原计划上增加一点砝码。迪南当天晚上应该是跟阿温谈好了某一些条件，所以配合他演出这场戏。他那辆二手车还可能因此得到一些交通意外的保险费。记不记得那本毕业册上，迪南在最后特长写了什么？游泳。还有一个细节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你赶紧说吧，别卖关子了。迪南的手机。扎尔住院了。迪南落水之后，第二天到了警局，他的手机并没有坏。那个手机型号我查过了，并不防水。哦，明白了。如果真的事发突然，迪南的手机不可能不落入水里。这种情况你怎么不早说呀？没用的，成为不了证据。这么重要的细节我居然都没发现。注意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是你现在职业习惯是不是？如果一个细节出错，就可能全盘皆输。孔孟哥，餐厅服务员的证词足以证明他们三个人和阿水的关系并不好，而且还很讨厌阿水。这么想起来，迪南家的掌印和扎雅家的念珠就都好解释了。谎言，你的名字是女人。你，莎士比亚的名句。好，如你所说，所闻都不可信，那所见呢？那也未必是真。你想问警局当天的广告牌对吧？没错，那可是在我们众目睽睽之下险些砸到阿文身上的。阿文，这个轨迹是仅次于阿水的死，需要很严密的表演与配合。当天具体情况你还记得吗？是谁喊住阿文的？我呀。你为什么喊住他？阿文的手提袋。那你还记得是谁提醒你阿文忘了手袋吗？是迪南，难道我？你只是不自觉加入了他们的表演，你只是一个不自觉入境的小配角。当然，后面还有一个一直没有露面、更重要的主要演员，这部戏的男主演。
那天我上了天台，虽然没有发现那个人的踪迹，但是那个广告牌基座上细小的气息却成为整个案子最重要的转折点，也让我想清楚很多问题。消毒水的味道，这位是邢俊先生，他是一名医生，身上有消毒水的味道。所以你第一次见秦俊会怀疑他，也是因为这种味道。广播卡，没错，气息不仅仅是每道菜每个人最独特的密码，把这些密码分解重组，就会揭露出一个真相。难怪，所以你才会怀疑秦俊。那天在阿水的葬礼上，才会这么试探他们。那次的试探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这也很好解释阿水的幻听和之后一系列的事件。你是说阿水之前不是幻听，秦俊也能听到？音波的传导如果只用低音的话，是很难辨别方向的。我试着蒙住眼睛，用两个低音音箱放在家里两个不同的位置。那种声音不仅让人非常不适，更无法找到音源。如果每晚一直这样，身边的人却不承认听得到，确实很可怕。再加上自然那样的场景，人不疯才怪。你说所有的假象就是为了掩盖一个真相，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阿水的自杀到底怎么回事了吧？他不是自杀。不是自杀？也是，你以前的职业就是把他杀伪装成自杀，在你这个行家面前，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了吧？哎呀，好好好好，我错了，答应你不提以前的事情吧。解谜吧，李老师。先带你看样东西。你吃饱了吗？还好吧。再吃几碗啊。算了，工作要紧。我们看不了啊。放在旁边来。你看。8月14号，阿水自杀的前一天下午，这和阿水的死有什么关系？孔孟卡，物质守恒理论告诉我们，物质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以一种形态转换成另一种形态。比如说碳酸，在常温之下很不稳定，会分解出二氧化碳跟水。虽然我们看不见二氧化碳，但是我们可以检验出它的存在。请说人话，黑熊老师，谢谢。还记得那天下午我们在阿水家发现那个新的柜子吗？新的油漆味，柜子新买的。是，有些东西放不下。那个柜子刚好在阿水死的那天下午搬进他们家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是太巧了，可是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柜子根本不是用来装东西的。难道是装人的？没错，就是用来装我们的女主演阿温。那个柜子就是阿温的障眼法。目的就是要躲开监控器，混进阿水的家里。然后呢？然后他就藏起来，趁阿水熟睡的时候，换上跟他同样的睡衣，戴上法套，走出家门。还记得我们看监控器的内容吧？我们始终没有看清阿水的脸。所以在这里跳舞的是阿温，根本就不是阿水。这就是当晚的真相。我们看到的不过就是假扮阿水的阿温跳到了这里，与此同时，秦俊趁阿水熟睡的时候，把他从阳台上扔了下去。阿水能睡那么死吗？让秦俊为所欲为？阿米提林。
他没提名，他失踪前一直在服用它。做了血液测试吗？做了，血液内有部分阿米替林残留，其他没有任何异常。阿米替林？可能是医生开的药啊。阿米替林有安眠的成分，尤其是第一次服用，秦俊只要简单的调包阿水之前服用过的其他什么药物，直到当晚再给他大剂量的阿米替林，阿水根本醒不过来。由于还有医院的证词，警方更不会怀疑。天哪，那这也太可怕了。人性本来可怕。我现在终于知道阿明是如何躲过监视器逃走的了。没错，你越来越像个好警探了。迪南的死呢？他应该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威胁阿文，像他这么一个深于算计的人，如果不是被逼于无奈，应该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关键是我们要尽快找到他威胁阿文的证据。所以就算扎雅不在了，我们还是有退法办这对狗男女。说那么难听，不应该吗？说得好，但不是有机会，是必须法办这对狗男。这就是我对整个案子的分析。วิเคราะห์ดีๆมีเหตุผลแต่ไหนหลักฐานน่ะแค่ข้อสันนิษฐาน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คุณจะผิดใครได้我觉得证据很充分啊ชัดเจนเหรอหลักฐานที่ไหนชัดเจนคิดไปเองนั้น至少可以证明迪娜的死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应该先把阿文扣留下来เฮ้ยเขาบอกเราไม่มีหลักฐานพูดไม่รู้ฟัง需要证据是吧再给我几天的时间ไม่ได้ผมบอกให้คุณเลิกยุ่งกับคดีนี้แล้วไง我做事从不半途而废คุณต้องการเวลาเท่าไหร่一周ได้ผมให้เวลาคุณหนึ่งอาทิตย์我需要团队的配合ร่วมมืออะไร我需要知道秦俊、迪南、阿温这几日的具体行程越详细越好包括他们的消费记录通话记录总之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交互的信息点ไม่มีทีคุณได้สองคนนี้ไปแล้วกันผมให้เวลาคุณหนึ่งอาทิตย的财产已经全部转到了秦俊名下，他现在不仅大量向海外转移资产，而且已经开始拍卖酒店了，这简直就是要跑路啊！整整十几个亿的泰铢，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那这对狗男女就真到天涯海角逍遥快活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啊？我这几天每天跟着那阿文，他每天东逛逛西逛逛，完全没有事的样子呀。就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吗？没有啊。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什么了？迪南车子落水的第二天，他租了一辆新车。林墨呀，他让我调出所有的监控记录，然后我发现，在他死的前一个晚上，他去了一家商场。那是什么鬼信息啊，大哥？他死之后去商场，那才奇怪呢。听他说完。哼。
你不是让我查出所有的教会记录吗？关键是秦勋的消费记录里，那一个晚上那个商场有他们唯一的教会记录。哪家商场？唐人街亚兰。我们走。这个。能给我咖啡厅里的画面吗？可以。怎么回事？迪南呢？一直没出现。迪南到了商场却没有进商场，停车场。把同一天同一个时段的停车场监控器画面调给我。可以。这辆就是这辆，倒回去。停，画面放大。秦俊，猜人没错，这不是巧合。迪南是跟踪秦俊来到这里的。还有其他的角度能看见生生吗？哪个停车场都可以死角。快进。咦，迪南没有继续跟着秦俊的车呢。哎，这样就结束了？这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怎么办？已经够了。够了。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迪南是跟踪秦俊到了这里。二，秦俊不会无缘无故坐在那里喝咖啡，他用一杯茶的时间看了三次手机，说明他在等人，只不过那个人没有出现。他手里那个信封袋是 trip.com 一家名为西城的 OTA 公司。三，秦俊回到车里以后，迪南并没有继续跟着他，说明什么了？说明迪南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秦俊在等阿温，阿温没有去咖啡厅，他会去车里和秦俊见面。那迪南呢？拍下他们见面的视频。然后呢？第二天拿着视频去威胁阿温。那阿温会怎么做？阿温没有就范，索性杀了迪南。你平时用什么拍视频？手机。那只手机现在在警局。大哥，去 trip.com 查一下秦俊所有的消费记录。这个手机都查过了，没你们要找的东西。如果手机里的东西都被删除了，多久能恢复？那要看是用什么办法删除喽。如果是格式化加覆盖的话，那肯定是找不回来了。你说的这种方式应该是要其他电脑配合吧？是啊，他应该没这个时间，他只能简单的手动删除。这样，但这个机型太老，最快也要几个小时哦。Trim.com 发来消息，秦俊订了一张3点钟飞往新加坡的机票。又是这班飞机？你让他们查一下，看阿温是否订了同班班机。好，还是同样的招数，他们想今天下午就走。剩不到3个小时，让局长发一张拘捕令，就说我们快要有证据了。好。哎，照你这速度，到底多久可以恢复啊？不是我速度快慢的问题啊，大哥，是这个手机太老了，速度慢呀，怎样也要3-4个小时。查到了，同一班飞机。看来是真的想走。那你还不快点？和我没关系啊，你跟局长说硬件升级啊，大哥。局长不肯下拘捕令。新加坡耶。到时候找到证据也来不及了啦。消息给我。你干嘛？少少，在这里守着，有消息随时联系。大哥，帮我订一张同班机的机票。好，快点啊！你到底要干嘛？我去送他们一程。Thank you.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ได้แล้ว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เสิร์ฟแชมเปญค่ะคุณผู้ชายคะขออนุญาตเสิร์ฟแชมเปญค่ะ还有多长时间？很快喽。没用了，飞机马上起飞了。这个神经病。坐地看。ต้อนรับทุกท่านเดินทางร่วมกับการบินไทยเที่ยวบินที่ TG607 พร้อมแล้วที่จะ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ไปท่าอากาศยานสิงคโปร์โดยเราจะใช้เวลาบิน2ชั่วโมง20นาทีระยะทาง 1,524 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ะเพื่อ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ท่านโปรดปิดโทรศัพท์มือถือเครื่องมือสื่อสารทุกอย่างเครื่องบินใกล้จะ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แล้วอีกสักครู่จะมีพนักงานบนเครื่องจะตรวจสอบความเรียบร้อยโปรดนั่งประจำที่คาดเข็มขัดให้เรียบร้อ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ครับค่ะผู้โดยสารทุกท่านเนื่องจากเครื่องบินลำนี้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ขึ้นบินได้ตามกำหนดทางเราจะทำ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ตัวให้ขออภัย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สะดวกขอบคุณค่ะ Dear all passengers, this flight cannot be served as yet. We will organize to change the ticket to another flight. Sorry for inconvenience. Thank you.东西找回来了，不仅有视频文件，还有一个音频文件。时
道发现了你跟秦俊的秘密，阿水就是你们俩害的。Sorry. 哎，翻哪个台？马来西亚，越南。Sorry， 到黎明你发一下。Sorry， 秦俊先生，阿温女士，这么着急去哪儿啊？我临时要出个门。你们现在暂时哪儿也去不了。带走。说吧，从头说。这一切要从那晚的同学会开始说起。阿水是我们班经济条件最好的，所以那晚的同学聚会都是他买的单。而且，对了。同学，今天我特意为在座的各位都准备了礼物，希望大家能喜欢。这是给你的，谢谢你阿水。还有这个是迪南的，这么大一件，怎么好意思呢？都是好姐妹，说什么呢？谢谢啊。还有你，张雅，谢谢。什么意思啊？炫富吗？你稀罕他几个破礼物？我觉得他是在侮辱人。我觉得他是在赎罪。你是说，你们还想继续吗？我们换个地方吧。真是不同人不同命啊，看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明明是他，要不是他把伤寒传染给我们，害我们没有办法参加高考，也许我们的人生就会不一样吧。对啊，他跟没事人一样出去读两年书回来了，我们呢，我们的人生就这样被他毁了。真以为那几件破礼物就能换回我们这辈子的生活啊。我恨他，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你想怎样？至少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快乐。我们应该找个办法吓吓他，让他体会一下我们的痛苦。其实有一件事情在我心里面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们。你们还记得我们那年一起去请愿吗？请您保佑我们，希望我们都能考上曼谷大学。范天神，我希望你可以把他们三个人的好运都留给我。臭婊子，他真的那么说吗？我决定相信他说的。你想想，那次之后我们三个人都得了伤寒，明明是他传给我们的，他自己却没事儿。你看看这几年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啊，你再看看他过的什么日子，你再想想那个打你的人。你不要再说了。阿文，你说吧，你要怎么弄，我们配合你。阿文，整死那个臭婊子。
既然他在范天神面前夺走了我们所有的好运，那我们就把他交给范天神。所以你不知道阿文和秦俊之间的关系？如果知道，我是不会配合他的。阿水其实对你们不错，可能你们都忘了，阿水送你们的礼物是你们当年在毕业册上写下最想要的东西。阿水觉得我很无能，并提出要和我离婚。什么时候？大概半年前吧。但我没有同意，我们就这样一直僵持着，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去喝酒。Grey Tea。 一杯白兰地。我是阿水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餐厅偶遇过。是你一个人？嗯，你也是？我也是。那一起喝一杯。好。阿温比阿水更懂我，我觉得阿温才是我真正要找的女人。行了，你们俩的感情我们并不想知道。如果我和阿水离婚，我就什么都拿不到了。我们就计划了这一切，剩下的你们不都已经知道了吗？你确定是你们？你确定你不是被利用的那个？你什么意思？我当然不是，我和阿文是真爱。这个计划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设计的，他不会利用我。他才不会呢！我当然是利用他，包括第一次见面。男人呢，本来就是靠不住的东西。他今天可以为了我背叛阿水，明天就能为别的女人来背叛我。所以女人只有自我强大，没有别的办法。我甚至都已经计划好了，拿到钱以后在新加坡怎么除掉他。你要不要听啊？你对阿水呢？就没有一点愧疚？阿水，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好像随时都能给我们施舍。当年把裴善施舍给我也是他的主意，害我在同学面前出了丑。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他的东西我都要。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啊？说吧，你想干什么？要钱。我给过你了。300万铢。那是我配合你演戏的钱，还有我的车辆损失费。平南，你知道我的状况，我没有那么多钱。一开始呢，我也觉得你没有。什么意思？秦俊有啊。你想多少？5亿，一分不能少。你疯了？我没疯，我一点没疯。阿水的资产再加上他那些酒店，加起来也有几十亿吧，现在都是秦俊的。我要5亿，多吗？依兰，你也说了，那些都是秦俊的，跟我没有关系。你非要我把话说到这么清楚？你聪明，我也不傻。一开始我就怀疑，明明说好了只是整整阿水，怎么阿水就死了呢？那天晚上为什么你偏偏要我陪你演那场落水的戏啊？还有第二天那广告牌的效果怎么就那么逼真？
说中了。直到我发现了你跟秦俊的秘密，我想明白了，阿水就是你们俩害死的。你们把我跟扎雅当棋子，把阿水的死推给范天神，现在你拥有阿水所有的资产，还买了机票准备双宿双飞啊。阿文，你太聪明了，一个谎言人财两得。迪南，阿水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好，你没关系，我也没关系。那我就把这个交给警方，看看他们信不信。我无所谓啊，顶多也就是个伪证罪。好，我答应你，我全都答应你。这都便宜你了，我一早就知道你嫉妒阿水的生活，现在我恭喜你啊，你可以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你把手机还给我，居然还录音。把手机还我，你还我，你把手机还我，还我手机，给我，给我手机，你把手机还我，给我手机。我已经对你知无不言了，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说吧，我想见林墨。还好不是真炸弹，听说只是掺了一点点什么什么成分。他是故意的。就算急于破案，做假炸弹也不行，万一被民众错误效仿怎么办？这种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我们一贯是严肃处理的。明白，不会有下次。嗯，莫排队。林墨，出来吧，你可以走了。想吃什么？我请客。红烧肉，白米饭。这么简单啊？哦，对了，有个人想见你，你一定猜不出他是谁。阿文。没劲，一点悬念都没有。迪南是被你害死的，如果不是那天你那句话，迪南就不会开始跟踪秦俊。今天身上的味道有点不太一样。神探先生，你闻了那么久，那你说说我们三个谁最有味道？你们几个倒是没什么改变，倒是你，今天身上的味道跟秦俊先生很接近。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只是味道接近。为什么盯着我不放？如果不是你，我的计划就不会失败。说过了，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无罪。好，我知道了。总局突然叫我回去，说有紧急的事情要我处理一下。
你要的让我给你带来吗？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十年前的那天，你真的听见阿水说要把你们的好运转给他？不去吧。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很像一条狗，一条野狗。我猜你如此憎恨罪恶，你一定是在为自己赎罪。你之前一定干过很多罪恶卑劣的事情，对不对？你没有勇气惩罚你自己，你就来惩罚我们，为的就是减轻自己的罪恶感，对不对？其实我也闻得出你身上的味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罪人。你说我像什么？野狗。你什么时候见过野狗咬住一个东西会轻易松口？野狗，讲讲你的故事吧。我看你如此不信任女人，一定是被女人伤得很惨，对不对？被我猜中了。虽然我输了，但是我想知道赢过你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啊。真的想听？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范天神，请你保佑我收获幸福，保佑我。希望您能保佑我以后赚很多很多的钱。请您保佑我们，希望我们都能考上曼谷大学。范天神，我希望我可以和我最好的三个朋友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相信隐藏的秘密，
我要去探索未知的天地，让罪恶无处藏匿。别轻易相信眼前的问题，别轻易相信隐藏的秘密。寻觅昼夜交替，清者自清，要以就先行，就此先行。先行，就此前行。